师妹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可能有点醉了，师姐，我先睡会儿。不能喝就别喝呀。 还有你忘了？还忘了？看来你是老了吧，老年痴呆了，记忆力减退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还忘了？哎呦，忘了，真是。哎，喝。渴了吧？都叫了。醉了点，总比没有好。明大明枪跟他们拼了，兄弟们！ 乾坤袋。
陈坤在哪儿呢？陈坤在这里啊！这人叫汉义。你这个死叛徒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，是不是？不过没关系，他今天能出卖我，明天一样能出卖你们。哦，是吗？ 是啊，哎，我菩提老祖为了伏妖除魔，连内裤都换了啊！帮主，眼光真不错，二当家他真的有问题。我早就受不了了。我是谁？至尊宝啊！啊，就我姓毛。 猪八有问题，什么意思啊？平常的做事呢，推三阻四，但是这次为什么这么干净利落？还有呢？还要什么呀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你还数他这些？我是谁？我是帮主，我是至尊宝，他能跟我比吗？他好歹也是二当家吧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反正我告诉你，先解决了这些问题再说，一定要调查清楚。 找我们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沙包突然炸了，肯定不简单。你们每个人都告诉我你们到底都负责了些什么，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误。帮主，不是我，麻袋的破洞真的与我无关啊！我以为那是口袋的开口，谁知道是底下的破洞啊？也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我为了让绳子伸长，把它更紧一些，特地把它放在水里浸泡了一会儿，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自己就松开了呀。你是不是白痴？ 难道你不知道水碰到了棉绳，它会变重吗？哦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说我怎么一把石灰粉放在袋子里，袋就爆炸了。肯定是绳子上的水加重了石灰粉的重量。那你呢？你也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呀？我去准备了足够的石灰粉，就去取黑狗血喽。 都看见了没有？好好给我学学啊！你们每天都能干些什么？做什么都不用心啊！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就多多请教二当家的。明白了吗？是。我们斧头帮所有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没有一个是做事不出错的。嗯，是吗？是，有道理。 尤其是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播，他在这事做沙包的时候，一点错都没出。是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如此。那现在二当家人呢？二当家人呢？已经被我关起来了。坑蒙拐骗！来，给我把他拖出来！好嘞，快点！ 不说别的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没看见我没穿衣服，你的皮肤不要蹭近我，我很恶心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少啰嗦！走，放开我！走！呸！呸！什么事？哎，走！跪下！跪！跪！跪！这个叛徒，我今天晚上就把你烧着烤吃！ 乌沙乌沙，乌沙沙沙沙，其实这个事情呢，也不能怪他，是不是啊？他不过是中了两个妖精的移魂大法嘛。我警告你们啊，要快放开我，不然我叫我的主人杀了你！你还敢嘴硬，给我把他跟那两个妖精关起来！快！旺财，你咬的这根绳子为什么我觉得那么熟悉呢？哎，你真厉害啊！ 这不就是我绑那个钱柜带的绳子吗？好你个菩提老祖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闯进来，嚣张啊你！